个脆骨吗？没带是你们两个人都没见鱿鱼。好，给你。来，这里。你这多少钱一串？这个五块。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鸡肉哈。秘制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这个牛肉，这个鸡肉。买单这边。牛肉。跟我搞一个吧。来一个串。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品味无穷。秘制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这是什么？那鸡脆骨，这个吗？这是羊吗？对，羊肉。你们要上馒头吗？那这是多少钱呢？那七块。这鸭味是纯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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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纯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秘制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选好了到那边买单哈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秘制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秘制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秘制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一只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一只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你呀，上面是什么？再一个。就是这个呀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秘制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来，看选什么？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秘制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是前面买单吗？对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秘制十元三十串。什么？哎，这什么？那猪腿骨。啊，不用猪腿骨。你要上楼去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高档串串，小串的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一只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。搞一串，这个搞一串，你什么搞两串？这个来一把就够了，少拿点这个大的，自己小的，是吧？另外十几个吃不下了，你再来，少拿一串了。内部手来上了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全是肉啊！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黑的。骨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工秘制的串串，真材实料，回味无穷。内置十元三十串，可以过来挑选哦。这鸭味手工串串，纯手。